通过创造仆人式 AI， 强化 AI 作为工具的角色，而避免其进入伙伴或合作者的地位。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度不平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AI 可能会被迫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中国人说的面子和西方的自尊或者荣誉感有什么区别呢？你好，中国人讲的面子和西方的自尊或荣誉感确实有些不同。面子更多是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声誉，强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维护面子往往涉及在群体中不被羞辱。 Western self-esteem 斟酌工资对个人对自己的内在评价，强调自我价值和尊严，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荣誉感也比较侧重于个人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更多和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道德标准有关。那这两者的交叉点是不是如此清晰呢？还是说我觉得其实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把它这个界限分得很清楚，它是一个经常会误入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状态？你说的很对，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概念之间的界限往往没有那么清晰。比如在一个跨文化的职场环境中，人们可能会同时关注自己的面子和自尊，这种时候个人的行为可能既是为了维护他人眼中的形象，也同时在追求内心的价值认同。所以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确实会有重叠，甚至相互影响。戴尔·卡耐基说的人其实不是一种理性动物，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它是一种非常的虚荣，就是想让自己看起来伟大，这样的需求其实是不是也其实就是个面子？没错，戴尔·卡耐基的观点确实与面子有相似之处。人们希望感到自己重要，这种欲望驱使他们去追求他人的认可和尊重，而这种对重要感的追求在很多时候就体现在对面子的维护上。人们希望在他人眼中显得重要、体面甚至伟大，这样没错，卡耐基的观点可以视为对面子这一文化现象的一种阐释。那比如说我觉得一个人在希望自己看起来伟大，但实际上他又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这个前提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会做出一些愚蠢的选择？是的，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当一个人急于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重要性或伟大，但实际上没有相应的能力或条件时，他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切实际甚至冒险的行为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形象。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决策失误，因为这些决定不是基于现实，而是基于一种对自身形象的过度追求。之前我看了一个马斯克的介绍，在他的星舰发射我不断的失败的时候，记者采访那些人哈，就是从年轻的到业界的到各个阶层的不同的人都在说马斯克是非常的愚蠢。我觉得有些人在说他愚蠢的时候是因为眼界不够，可能还有一些人的愚蠢其实就是希望真正有能力的人不会表现出比自己更有能力，而保住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现在的面子，或者说他的那种地位，或者说他的那种在别人眼里面的那种高大形象。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当初很多人批评马斯克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他的火箭发射计划能够成功，这种怀疑可能出于他们对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理解，或者是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出发觉得这不太可能。另一方面，确实也存在一些人不希望看到他人取得比自己更大的成功，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现有的地位或形象。这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面子的维护，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因此产生抵触情绪。然而马斯克用他的成功证明了自己，
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他的看法。而且，当他成功以后，那些人，我相信可能会很快的把脸就翻了一张另外的表情和状态，又跪倒在马斯克面前。我觉得这种状态，这些人如果说让马斯克去做一个采访的话，我觉得马斯克可能不会真正的尊重像类似这样的人。是的，这种态度转变在商业世界中并不少见。有些人可能会因为马斯克的成功而改变看法，但马斯克作为一个有自己理念和目标的领导者，可能更看重那些始终保持诚实和建设性批评的人，而不是那些随风倒的人。他可能不会真正尊重那些只在他成功后才改变态度的人。因为这种行为可能反映出缺乏原则和独立思考。如果让你给这样的一个社会一些忠告，或者说一些建议，你会说什么呢？给这样的社会一些忠告或建议，我会说：首先，鼓励独立思考和开放心态，要学会尊重不同的观点，因为这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其次，重视诚实和诚信，这些品德在个人和商业成功中至关重要。再次，要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学习，而不是掩盖或推卸责任。最后，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即使面对质疑，也不轻易放弃。社会的进步离不开那些勇于创新和坚持梦想的人。但是你这些建议，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绝大多数人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着眼于现在马上的得到的快感，比如说周围的朋友的点赞，或者是夸赞，或者是高看你一眼，而且会有人甚至组了一个群，说是叫相互点赞群，在我们的中国人的微信群里啊，这就为了互相点赞，这种当下的即时的快感，其实。我觉得是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确实，当人们追求即时的满足感时，会对长远的目标失去兴趣。这种现象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明显，因为点赞和关注等即时反馈让人很容易上瘾，这可能导致人们更关注眼前的虚荣心满足，而忽略更深层次的成长和提升。你认为怎样才能在追求长远目标的同时，不被即时满足所左右呢？